Hello， 大家好，欢迎到我们今天转一下我们的 Brawl Star 荒野乱斗哦。那今天的话呢，一样先来开个宝箱啦，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好奖励，搞不好就有我们的能力资金了，好不好？看来好像都是没有啦。我真的觉得以前玩到现在哦，其实要开角色或开能力资金的话，好像都还蛮困难的，还不如存钱，然后等它出来的时候直接买哦，感觉会比较好一点点。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基本上有一个模式是我们这个据点抢夺战，这个任务还蛮多的啦，所以今天先来玩一下这个哦，然后看一下还有哪一些角色的那个。任务还没有给他解起来，目前来说我们的波可这边有两个任务，就来看一下好了。这边波可要赢得五场比赛，然后恢复我们个十百千万八万点的伤那个血量，应该是 OK 啦。我们来玩一下这个据点抢夺战，其实我觉得据点战的话还算是蛮嗨的哦，就是你可以那个该怎么说呢，你可以就是好好的就是去跟别人比拼一下，然后去站一下点，看一下这一次基本上是一个大圈圈而已、哦、那这个一定是大激战的，因为像我们之前玩的时候是两个圈圈的，那个就还好，那这边的话一定大家都激战在这边会很麻烦哦。但是我们这组的话是有补血师的哦，就是我们哦，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一下我们自己哦。完了，哎，这个狙击的好，哎，我们被打死了，哇，现在有点麻烦呢，因为现在对面的话，那个如果小辣椒很准的话，我们就会很麻烦。然后尽量走位，轮转位移走位，然后补血，让大家补血，轮转位移走位，走位，啊，被瞄到了。然后其实基本上因为我们的那个什么。我们的招式是那个范围的伤害，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还蛮好去那个打到人的啦，就不用紧张这样子。哇塞，我觉得真的一定要去把那个打掉一下哎、欸，那个佩妮的那个巨炮太麻烦了。轮转位移一下，喷到一下，补血，帮助补血解个任务，喷到，加油，这兔怎么放这么旁边啊？它放在这边的话，对我们来说是好事情。就比较容易可以打到了。哎呦喂啊，小心点。哎呀，走位。这边打，我们这边其实打一波71比31几，还算是蛮 OK 的啦。那我们再来补充一下啊，可以哦。而且我们这边波可这个是完全不用瞄准的，你知道吗？很嗨。然后我们要闪一下那个小辣椒的攻击就对了。哇，闪一下小辣椒的攻击，现在打到仙人掌了。这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啦，我真的觉得我们这边还算是蛮 OK 的，而且我们这边有补血的，对不对？我们就一直补血就好了。98跟58，我们上去一下应该就赢了啦，上去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对啦，其实一个这个占领点的话，其实还算是蛮激烈的，就是你可能那个要做的事情就可能没有这么多，好不好？这边的话基本上好像赢得八场胜利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已经赢得了八场胜利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波可的补血跟我们的那个获胜、哦、我觉得有补血师在这关来说的话真的会比较好一点，而且加上我们这边的话基本上不用什么瞄准啊，就直接冲上去喷雾就对了，好不好？喷雾就对了，然后补血，喷雾然后补血，然后尽量不要被打到，走位好一点，不要被传到哦！哦，是，应该还蛮爽的。喷起来，补血，喷起来，很 OK 我们。你看他过来就直接吃到我们那个范围喷雾了，应该是很 OK 的、哦。那么血又满了，然后喷雾，旁边有一个妮塔。快帮我们补一下血，哎呀，我怎么被缓了？哎，是，我们走位真的有变好一点，对不对？各位观众应该有发现，他直接被艾米打死了。但是70-22，这个应该蛮 OK 的啦，而且我们还是站在点上了。喷一下，补血一下，是疯狂好解任务哎、欸。通先把那个进来那个举掉，补血，哎、欸，这个根本用波可就很 OK 啦，一直补哎、欸，超猛的，这个完全没什么问题哎、欸，这个波可，补血大师登场啦，没有问题啦，有没有？补血补起来，然后前面的话呢？我们就继续努力，反正我觉得因为我们的这个
扩散补血喷雾啊，其实就这样一直上去喷就好了，喷到一下我们就可以那个补一下能量，啊，补一下能量就可以好好的补血，而且我们还有那个占领据点的王哦，我们的那个滴答啊，占领凤凰哥滴血就可以了。OK 吗？补血，你可以的，帮你补了。哎呦，这个球，哎呀，被狙击到了。但是，就像现在目前来说，我们只要先把那个据点的那个尺度先拉到一个那个他们比较难拉回来一个局面，我们就很 OK 了。他们另外一只是谁啊？哦 ，BB 啊。其实这关的话来说，用 BB 来说，对我们来说是个好处哎，因为我们基本上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因为他是近身攻击的，他过来一定撕我们的那个喷雾哦。先补个血，喷一下，去，帮他补血了，有没有？哈哈，我们这补血师玩得很好啊，可能是我们杯数比较低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说，我们真的是很猛哎，完全不用紧张，喷掉，补血。还敢乱喷啊，小辣椒！啊，被堵到了！喂、欸，这个球，这小辣椒到底想干嘛？他们干嘛都不去站点啊，是不玩了是不是？是不是不想玩了？是不是？哎呦，好险！我刚刚那大招太早开了，走过来就被狙掉，然后又走回来这样子。加油！喷！没补到，可惜。但这边的话应该 OK 了，喷三次，赢了。哎、欸，有波可真的是蛮轻松不少的啊。这波可据点战很 OK， 我们再玩一场就可以赢了，然后第五场胜利我们就可以把波可的任务全部解完了、哦，应该是很 OK 的啊，轻轻松松，简单，还行。来看一下哈，对面有波克了，这是一个补血色大战，但是我们这边还有大妈只要在中间放个那个补血器，我们应该就可以再拉回来了。好，先把波克给毙掉。哎呦，完了，这个放的好啊，但你看我们这边有滴答，基本上你看滴答只要在那边一直放地雷哦，他们经常踩不进来，你知道吗？真的是完全踩不进来了。啊，完了。小心点，那个是老麦的，那个是那个保利的烧。哎、欸，碎，超猛补血阵型架起来了，这不用担心了，好不好？各种补，补自己。大妈，你还没有？再放一个，碎啦！超级补，双补就是这样子，好不好？双补就是这样子。补起来，还敢补啊！我跟你讲，我们这边还有大妈，大妈再放一个，把补血器丢过来，哦，碎，超级补的各位，超级补的。93-29，完全没问题，我们都没有离开这个圈圈里面，哎，超猛的啦！哎、欸，大妈配波克这个模式感觉可以哦。那我们现在杯数是比较低的，但是我觉得应该还算是 OK 的。这个据点战任务一下就直接解完了，好猛哦！那我们好像还可以，就是快接近我们的下一只角色了，艾米，好不好？7773，好不好？再努力一点点。好，那这边波克任务解完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来玩一下那个普里莫好了。普里莫要获得8场胜利，好，我们这边来玩一下。那我们上次基本上玩双人组合，我们玩得很烂啦，所以我们这次玩单人的好了。单人的话，我应该就比较能够驾驭了哦，稍微会比较好一点点，哎，应该是比较能够驾驭。因为单人的话呢，我就可以就是躲起来，而且一开始基本上大家也不敢来跟我们对打了，因为我们是超硬的摔角选手哦，应该是 OK 的哦。来，那这场的话好像是能量饮料模式吧。我记得上一次我们玩双人组合的时候，好像还是混合式的模式、欸，哎，就是除了能量饮料以外啊，还有超多的那个，我怎么没打到他、啊？我操！
我要去喝饮料了。我这是陨石在加那个欸，痛啊啦！你就咬欸啊！我可是有能量饮料的，它这个也是混合模式的啦，所以现在大家都是混合模式的那种。干嘛追我？哦，这个很会，这个很会骗欸，欸，这个很会骗欸，完了完了完了，我被堵了！欸，他好猛啊，故意在那边骗我欸，完了。不管玩什么模式都还是一样雷啊、哦！好，我们今晚就上用我们的扑克跟我们的就是大妈一起协力来玩一下我们这个那个据点抢夺战，我觉得还算是蛮不错的一个阵型，因为至少这两只的话都是我们那个啊，都是我们那个就是补血的，我觉得这样真的拉得很回来这样感觉了，好不好？那离我们的艾米也越来越近了，所以接下来的话继续努力挑战，应该就可以把我们艾米带回家喽。那大家会用什么角色来玩我们据点抢夺战，都可以在前面留言分享给车评知道。那我们下期再见喽，大家拜拜啦！